有各位观众，我是 NoYoker， 又到了我们快乐的时光啊！开场前总免不了要来测试一下弹道，今天没有调成 Hub， 实际的弹道表现是平飞跟偏高，但我可能把红点调过头，可以明显看到弹左点都偏右，当然这也不能排除是摄影机的问题。我现在在用的 Ronkin 2已经有一些年龄了，在考虑是不是该添购新的来用。手枪的部分就我实在是不好解释它这个东西，他今天的弹道除了平飞之外，还混着上飘球，这让我很困扰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入战场吧。好的，第一场正式开始了。这场起点在南边，并往丛林区移动。在这一场，敌我的人数都不算多，稍微抢前面一点不会是坏事。而这一场我几乎都在这个位置而已，主要是缺乏往前推进的判断材料。月末一分半，转过头来我就发现了一名敌人，不过他的探头实在是没有规则，使得我一直等不到适合攻击的时机，直到对方转换了位置，才终于等到觉得能够击杀的时机。辗转又过了一分半的时间，我仍在相同的位置，这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会动的目标，但这刚好是敌方大幅度的移动，不然被爆头了可能就是我了，瞧好位置便射击。这场已经成功猎杀了两个敌人，我却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往前推进。一开始我并没有记双方的队伍人数，而到目前为止有积极在开火的好像就只有我这一边而已。就在我整装准备往前推的时候，一个从 CQB 飞来的子弹打到了我的腰上，本来在想会不会是 TK， 但我觉得没有队友走 CQB 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第二场开始了，但这场并没有什么太亮眼的表现，主要是来测试新的路线到底好不好用。在接近 CQB 这一侧的开阔区，有不少的木箱被架了起来，这是这一两周的变化。目前的北边队伍因为这个改动，视野可以说是相当的良好，北边队伍尽快拿下这边的控制权，整个优势就会大幅上升。不过因为几乎都是远程目标的关系，给枪支准度较高的队友来这边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每隔几分钟我几乎都在往前推进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点，几乎能够看到半个敌方阵营，但这个位置能够看到的敌人多半是30或是30公尺以上的位置，所以就跟之前说的一样，需要一个高准度的枪支才能发挥效果。至于从这边能不能够再继续往前推，就要看东侧的队友有没有推进去了，因为更前面的掩体无法掩蔽东侧的射击，不然你就只能转向 CQB 内了。总之这算是不错的路线，该怎么样好好利用就跟当时的情境会有很大的关系了。好了，第三场开始了。这一场并没有什么好画面，两分钟之后我人走到了 CC 的位置，目标是这个 CB 走道，不过在对峙的过程中却飞来了一颗奇怪的东西，居然是一颗手榴弹啊，这真是太让我惊讶了。第四场正式开始了。你要走哪里啊？这场我选择了跟第二场一模一样的路线，也就是贴着 CQB 边缘的路线。那虽然对北面的队伍来说非常的好用，但我认为还是要多收集点资料才行。两分十几秒以后，我开始更往前移动。这次我在这边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不过左边这个窗口我一直很让我在意，感觉会莫名的被打侧面。在这个位置停顿了两分钟左右，这个方向的视野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，虽然说能够看到敌方的动静，但都是刹那间的事情，真要能够打中目标，观察眼技能就必须要点到非常的高才行。接着我又继续往前推进，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位置其实还蛮容易被 TK 的，队友打不到我，但是会一直送子弹过来。突然间 CQB 有了动静，看有人丢音爆弹了，然后就沉寂了一小段时间，敌阵也没有看到东西。正烦恼着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一个敌人就在 CC 的北面十字路口，在他逐渐伸出手来，我就补了一发上去，但好像毫无效果。就这样经过一分钟之后，另外一名敌人推到了正前方，然后我决定把手榴弹丢到 CQB 那个走道里面，然后就尴尬了。 BB 弹虽然没有喷到我，但在真实的情况下我已经往生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这手榴弹的定时时间似乎已经短于两秒钟，已经快变成无法使用的状态了。第五场开始，这场我决定走开阔区，不过因为很累的关系，我是慢慢的走到定点，结果一过来就发现了移动目标，就发现弹道都不是打在我想要的位置，通常都是偏上，就这样子错失了第一次的击杀机会。三分半之后，我的位置来到了这里，我在等 CQB 会经过的敌人。而就结果来说，真的就是差那一点点。其实有弹道飞得很直，但这个视角之间是有树叶遮蔽的，所以我也无法断定到底有没有打到。
只有看到对方在那边徘徊而已。三分十几秒以后，我决定一口气冲入壕沟里面。说真的，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来这里了。过来的期间也没有被攻击，这是让我觉得颇奇妙的。为了取得情报，我自然是需要探头出来观察。一眼探出去，全部都是障碍物，什么敌人也看不到。但突然出现零星的攻击，真的会让人短命不少。不过我就这样子观察了五十几秒钟，居然完全没有人来打我。我眼前的这一片树叶或许帮助了我。就在我面向这一侧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在爬树的家伙，然后这个角度还完美的看见了对方的火腿。不过我的弹道实在是太不稳定，害我实在是不知道摆哪边比较好。好在最后是有击中，突然我听到手榴弹的声音，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经过，结果一探上去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又缩回来避免被发现。结果这次在看向同一个位置时，居然刚好就看到了目标，但我却疯狂的打到前面的木板，完全就是差点错失了击杀机会。在这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了，而游戏时间也快要结束，我们就直接跳过吧。第六场开始了，这场完全把我推入了想要购入某种特殊装备的坑。我们一步步的来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场我就一个人守在 CA 走道，而现在已经经过了1分又53秒。我突然间的转头是因为有听到声音，而且来的还是敌人。敌方跟我的距离大概5公尺而已，而在那之前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。所以20几秒之后我避难到了这个 CB 的房间内。说真的，在双方这么靠近的情况下才注意到被敌方给逼近，这说真的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。这种尴尬问题让我很想要去买一个耳机啊。但我看那个耳机的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实在是不知道要挑哪一个比较好。如果有人对降噪石英耳机有任何的研究的话，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验，你想要直接私讯我也可以。约莫2分42秒之后，我被定在这个位置完全无法动弹，然后正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我一样什么声音都没听到，这让我超尴尬。击杀这名敌人之后，我开始在考虑脱离这个位置，但整个 CQB 我是完全没有情报的状态，然后我突然被背袭了。怎么同一个位置来两次敌人啊？那敌人的动静我一样是没有听到声音的。那后续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，就直接跳过吧。今天这一场确实是没什么太多亮眼的表现，但我倒是第一次体验到被敌人丢龙卷风水榴弹，而且还有命中的状况。龙卷风水榴弹的使用者虽然是有增加的迹象，但我遇到的次数真的是几乎没有，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。那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，我需要去弄一组降噪石英耳机才行。以前对这玩意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是因为不理解它的用处，但现在我真的是非常的想要，所以烦请各位分享你们的经验吧。那这次的生存影片就分结束了，如果你非常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，欢迎透过这些 QR Code 来按赞追踪跟订阅，期待在下一部影片也能见到你。我是 Noyoka。